哇，这里，咦，看到虾了，两条。哎呦！哇，它好能跳啊！哎呦，哦，这么活跃，哇，还想逃哦？惊动这条了，哎呦，抓都抓不住，哇，还在那里弹，两条好漂亮啊！走。这里也有一条，哇，这条明显是弹上来的啊！哎呀，可以，这个头收。喂，哇，这里有螺，嘿嘿嘿，刚刚没发现。两个坑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小袁，先来赶海了。那里有一个，两个，看，两个，哇，今天不怎么想来的呢，因为没什么潮水。走，两颗，继续啊。这里是，哇，看着红红的，又，哎呦，还会咬人的，又张开了，可以，挺肥的，那这里有一个，这里，哦。两个，三个，嘿。哦，壳来的，好险啊！这个有用，前面那里还有两个。这个壳好大哦，可惜了，比这三个都要大。哦，上面还有虫子，看到没有？这种海蚯蚓，很多人喜欢拿这种拿来钓鱼，鱼很喜欢吃的。一下，哇，这嘴巴张得好大！哎呦，哦，手，这里还有一个，沙白耶！哇塞！上面有粘液，这种的话是最肥的了。走，两颗。感觉像螺，这里也有，哇，这个很大，圆，这是椭圆的，这里发现一条线，红红的，看到没有？那，哦，看，红红的，就远远的看着一条线，红红的，这个也是，哇，漂亮，这里也有一个。三个，带了啊！有声音，哇，这里，
看到一条虾了，哦，那里也有一条，哦，这里也有一条，这条难发现，这条的话就很容易发现。来来来，这条嗝屁的吗？活的。哎呀，那里给我抓，这条活鲨。哇，收收收，漂亮。这里，这，哎呦，这里有一条难发现，哇，它逃了，哇。哎呦，哦，哦，好活跃！哦，那边有螺，先换同一只。这边有螺，哎，这里有一个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哇，嘴巴含进去了。水吐水吐水，哦，含进去了，哦，漂亮。那这里这里这里又来一大窝，哎呀，哇，收收收，碰都碰到一整窝，手都捧不完。螃蟹在这里打洞，那个土都被它搬出来了。你看一个，哇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哇，看。这个巨蜥蟹，这里有螺，先不理。这个巨蜥蟹扛着一个小的巨蜥蟹，啊，收回去了，在干哈？换家吗？也不像啊，这觅食吗？哦，吸住了。哎，里面是个小的巨蜥蟹来的，哎，看来是在干架，嘿嘿，不理它。哦，这个又好漂亮啊。这里，哦，刷白，继续找找，哎，先追击，又来一个刷白，哦，这边，哇，好漂亮，哇，好肥呀。哎呦，这声音，好解压。我回去了，本来以为抓不了那么多，没什么好抓的。不过的话，好多螺啊，还可以。如果喜欢雪人视频，可以关注一下我，咱们下期见啊，拜拜。